大家好，这里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董事杯比赛焦点呢，自然是那个三匹马了：金枪六十、浪漫勇士，还有加州星球。好了，都就绪了，准备，闸门打开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浪漫勇士想抢先了啊，但是那个加州星球不给他抢先了。那个金枪六十呢，又安心的待在了包厢位了。然后就是夏威夷，再之后呢就是美丽龙响，外边就是将王。包围的呢是勇战神驹来了。好了，还剩下1300米到终点了。前面领先的呢是应届的香港一英里锦标冠军加州星球，然后就是应届的香港杯冠军浪漫勇士。马王金枪六十目前排在第三位啊，然后就是夏威夷，他去年在这里爆冷击败金枪六十。然后呢就是美丽同享，美丽同享之后呢就是两个长途马了，将王还有一个勇战神驹。好了，大家现在开始拐这个直路弯了。加州星球目前还是打头的啊，然后呢就是浪漫勇士，然后就是这个金枪六十，夏威夷呢目前已经开始动起来了，然后呢美丽同享还是在里面呢，然后呢就是这个将王和勇战神驹，想必他们也该差不多开始齐了。好了，开始进直道了。前面的呢还是这个加州星球，加州星球之后就是浪漫勇士，他也开始动了。那个金枪六十目前还是很定的啊，然后呢美丽同享和夏威夷，接下来就是将王和勇战神驹，还有差不多200米到终点了，应该就是这三巨头中了。现在金枪六十已经是冲出来了，然后呢外边的那个浪漫勇士也开始动起来了，但是看样子可能来不及了。金枪六十赢定了，金枪六十，然后就是浪漫勇士、加州星球，这三个人包揽了前三名。金枪六十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在这1600米这个范围之内，就可以说无马能敌了。加州星球速度下来，被浪漫勇士在这终点线前赶过，不过他们三匹马都甩出了第四名老远了。夏威夷还有那个美丽同享要争夺第四名。